日前有网友在机场偶遇张萌给一位孕妇系鞋带，细心的粉丝发现这位孕妇就是张萌的助理。照片中张萌身穿一身黑衣，正在候机，身旁的孕妇挺着大肚子，看起来行动有些不便，张萌便贴心的帮她系鞋带，丝毫没有明星架子。据悉张萌身旁的孕妇正是她的助理青青，他们的关系虽说是同事，但是在多年的相处中已经像姐妹一般，因为作为助理，青青已经陪伴了张萌16年的时间。了解张萌性格的人都会被他的性格所吸引，直爽又非常的奔放，这点性格在他的穿衣风格上也能体现出来。此次现身机场的张萌一身造型依旧干练十足，满满的大姐风范。只见张萌上身穿了一件黑色的皮夹克，十分帅气，她长发披肩将成熟的女人味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张萌的一整套穿搭演绎秋冬穿搭的心肠，神清气爽，精神状态非常好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